小磊，职业中医师，清晨中医沈阳大东莞康复科主任。我是清晨中医曲小磊，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穴位啊，叫做后溪穴。后溪穴它的主治范围比较广泛啊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头痛啊、颈痛啊、腰背的疼痛，以及肘臂的疼痛啊，包括目赤、耳聋啊，以及牙痛啊，都是在它的主治范围内。那我们的这个后溪穴啊，如何去定位呢？它在我们的这个手掌上啊，我们在微握拳的时候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横纹，在这个横纹啊最尽头的地方啊，是我们的这个手掌红色和白色交界的赤白肉际的地方啊，这个位置就是后溪穴啊，我们可以通过点按针刺来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。我是清晨中医曲小磊，我为健康代言。